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怪战方的话是一手大唐，怪战方也是大唐。看一把这个大唐之间的一个内斗啊！怪战方开局直接横扫，出了一手连破，怪战方是一手三扫大唐。怪战方给怪战方丢一手放下。怪战方继续戳，怪战方给怪战方所有单位都挂上毒，对战方建设一手出漫天，现在场上的一个局势，观战方略占优势一点。对战方现在就是疯狂平 A 建设啊，怪战方踩着干将一手红扫过去，伤害并不高呀，对战方巨剑直接甩出来4800，对战方的一个防御很高啊，哦，对战方刚才是防御了，哦，对战方果然老六啊，我横扫你防御，这可以说是这个打大唐的终极啊，老屌啊，但是怪战方触发了一手这个连破，对战方有点难受，怪战方改变策略反手去扫你的一个配速龙龟，还是这种物理系的一个单挑好看哈，尤其是这种大唐这种 PK 冷门门派啊。怪战方再次出金石，怪战方鬼眼加上，如果我是怪战方的话，在保持了这么大的一个优势之后哈，我会先选择清对面的一个宝宝，
观战方拿掉对战方这只宝宝，对战方场上的一个宝宝损失的非常快哈。对战方其实打到这个程度的话也不太乐意去出宝宝了哈，因为是吧，你出来也是要被观战方给清掉啊，反而对战方这个清宝宝的一个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啊。对战方出虚弥，观战方再一刀，哎呦，这把比赛其实怎么说呢，是吧？你看观战方还有一手速度，这样的话对战方直接被点倒。观战方巨剑一直没舍得用，开始扫你。